其實是許冠傑創造一個香港流行曲的支柱嚟嘅，咁佢喺其實1970年代以前咧，香港樂壇都是聽緊英文歌同埋台灣的華語歌，反而是普遍上聽廣東歌會比較稍微俗氣啲嘅，即係大家會覺得俗氣。咁喺1974年咧，許冠傑推出咗佢第一張嘅呢個廣東專輯《鬼馬相星》，咁咧就成功咁扭轉咗廣東歌咧喺樂壇嘅呢個地位啦，同埋潮流嘅。咁佢以好口語化嘅廣東詞咧，唱出咗好多人嘅心聲啊！咁慢慢咧就吸引咗好多原本鄙視廣東歌嘅人都聽過佢嘅創作。咁佢可以話係香港樂壇咧本土化一個好重要嘅一環。係啊，佢嘅廣東歌反映咗好多社會嘅現況啦，有打工仔嘅無奈，我哋有半斤八兩，之後仲有好搞怪嘅，有打著英雄傳，係啊，係之後仲有真係少不了有呢個情歌啦，浪子心聲，之後又有學生歌，我温功課，呢首真係頂嘅。咁樣佢一直到1992年咧，佢就光榮引退。咁直接到2004年嘅時候咧，有呢個沙士風暴嘅時候，咁佢就再復出，然之後寫咗一首《04祝福你》，咁將呢一個正能量同埋積極嘅一個人生態度咧，帶俾全香港嘅市民。咁講翻當年同許冠傑齊名嘅一位女歌手，我覺得不得不提嘅就係殷寧靜姐啦。佢可以話係嗰個時候呢個中文歌壇數一數二嘅靚聲歌手，高音清、低音重，仲有巨肺般嘅氣量。所以佢有巨肺嚟支撐啦，你真係同佢一樣，都係巨肺型嘅歌手，同佢多多學習。咁樣殷妮咧，其實喺70年代嘅時候咧，先係喺台灣走紅嘅，一直到呢個70年代嘅後期啦，先至轉戰香港。1978年咧，佢憑一首《明日華今天》一炮而紅，然後咧佢就唱咗好。Thank you.
Christ。消失 in a few minutes with the complexity。
方面
9点 SHOAC 与 SHOGO。